欢迎收看卤蛋当家。好的，又到了，全部人都在用线，超烦的。又到了大家最怎么样？最嗨的频道，觉得最霸气的频道。哎，有道理。没有，我觉得没道理。这边最霸气就是你。我永远不承认。霸气等于霸气，你忘了吗？好，我承认。啊，一言下之意，你是个霸气哦。因为卤蛋非常的霸气，所以我们是最霸气的频道。我觉得怪怪的。我今天想要退出这个软体了，谢谢大家。好的，你知道时间已经过了蛮久了，已经11月。天十七，哎，十月中，对，那我们的、我们的好伙伴，好伙伴，台湾帝王，我们要退伍了，到时候要退伍呢，就不知道还会不会过来这边，我就可以退休了，对，如果他回来之后呢，你们两个就可以滚蛋了，啊，怎么他一个抵我们两个吗？哎，对，他是卢卢的好基友，太实用了，一个抵十个。只是不知道麦卡贝会怎么做决定啊，可能塞四个，可能你们两个直接用滚蛋，塞四，糟了，有可能你们两个滚蛋，有可能他就当个来宾，有可能他根本就是个废物就不来、啊，有没有可能他出回来以后，然后他就无法跟我们接轨，他就与世界脱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与世界脱节了，可是我觉得麦卡贝是你知道北七北七的，应该也不难融入。哎、欸，他去当兵的时候、，LOL 是 S 级。S3 吗 ？S4 啊，是吧？他就当一年啊，对啊，就去年去的、啊，回来的时候已经变 S6 了，那无所呀，根本就没差，大家都没怎么样。那好像我记得他好像有就是在放假回来的时候跟不知道哪个观众还是怎样，就跟他赌，因为他观众好像银牌是什么东西的，还是铜牌我忘记，他们说他单挑，然后输了就砍游戏。他就输了，他输了。他的排位是什么？他好像当兵之前金牌是白金吧？他好像上过白金。他不是号称帝王吗？台湾帝王吗？不是啊，我以为他有个钻石之类的。我也这么以为，不过实际上是个其实只有白金或金牌。算了，LZ嘛不意外，不想太多了。反正呢，知道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吧。好，先来看一下内容啊。还有什么？最近玩时空幻境，啦不啦不啦，你玩过时空幻境吗？你跳好多好多个、哦，明明就他妈第一题而已。真的吗？我这边没有哎、欸。热情传奇，我这边是热情传奇哎、欸。啊、哦，对啊，就是时空幻境啊。你没玩过时空幻境吗？罗密欧一定没有啊。我没有玩。他都出在家机平台，你哎。那就没有办法讨论，我们看下一题。欸、我也有家机哎、欸，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有 PS， 我知道他也算，我有年代蛮久的游戏。他从超级任天堂就有。可是我忘记他第一代出在哪里，是 Game Boy 还是超级任天堂？我忘记了。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游戏系列，我反正大家没玩过，没什么好讨论。我们看下一题。下一题。不啦不啦，相亲。好，罗密欧相亲啦，是吧？实况的频道原来想跟罗密欧一定要准备吃的，跟你相亲要准备吃的。不是，是因为我有一个观众他去相亲，不是你才是猪嘞。我有一个观众他去相亲，然后他就一直抱怨这样，我就说为什么你要觉得不高兴啊？你去相亲，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个很好吃的地，例如上河屋啊，像卤蛋在后台也有说啊，他想吃卢思奎啊，对，是啊，所以跟卤蛋相亲就要吃卢思奎啊，所以是就会想去啦，对不对？对，那其实你去了有没有相亲根本无所谓啊，你就是吃好料的，开开心心就可以回家。可是他是男生，他如果去相亲，应该是他要付钱啊。关我屁事啊！我跟你说，通常相亲，相亲不管谁付钱都没差吧？我不晓得哎、欸。没有，只要是要我掏自己的钱，我就不会去了。一般都是家长会出钱吧？我在想。哦。因为你是毕竟是被强迫去相亲，对、啊、这样。然后家长就会说：“好啦，你去啦，啊，这顿我请啦。”我就吃个饭。哦，卢思奎，有没有？是不是？哦，这样好像也不错。对啊。对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相亲对象要找那种很有钱的，看起来就是。然后可以吃很好的。对对，相亲巷口胡须章。你好，你好。对啊，是不是？假如有三个候选人，就先打电话。哎、欸，你那天要吃什么啊？胡须章是不是啊？下一个往后排，西体啊。卢思奎阿走，比一比，好像西体也算最好。哎，对，去西体的好了，西体好像也不错。可是我觉得西体的东西很少。我们刚刚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他们东西很少。西体是王品旗下的吗？对，王品集团。然后他们的东西就是少，然后很贵。少吗？哎、欸，其实西体对我的
对我来讲差不多，因为它从前菜汤啊什么小菜到主食，它就是那种甜点，看起来摆盘很精致，实际上吃不了什么东西的那种菜、哦。主食点盘子很大，然后菜一点点。主食点对就很贵啊。它不是价格都一样？不是啊，你点多一点就很贵啊。哦，多点哦。对啊，你点一个套餐，通常大概落在500上下。对啊，你就点全部的。菜单都选那种分量看起来最多的，我去吃到饱300块不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点那种？不是啦，不行，我们现在是要去相亲耶，要吃好一点啊。对啊，那么你去相亲？没有，我们现在的重点不在相亲，是吃东西上面。相亲谁管他吃什么？钱又不是我出啊，我差。应该说西亭那种地方是让人慢慢吃、慢慢聊天，然后品尝美食。这样会饿死吧？你应该叫菜全部通通上来。你讲说品尝美食，算了，精致餐点。算了。例如说，有人要来跟你相亲的时候，例如像这样，叶子小姐，你为什么一直着重在相亲啊？那個、我这边准备了一份帝王蟹，想跟你认识一下。哦，好。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相亲的时候吃帝王蟹吧？谁他妈相亲拿帝王蟹？就一边扒那个虾子哦，我摸摸，主要你拿来，工程师是不是？哦，不错不错，工程师赚很多，咔嚓，然后那个蟹可以喷到对方脸上。没有，只有你自己。最近在里面工作啊，还熬蟹酒。妈妈都说相亲的时候不要吃那种要用手拿食物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吃到很优雅的话，你就赢了。对，他就是在拼你的优雅。可是相亲不是重点，我们只是假借相亲之名吃帝王蟹为食。啊、所以哦，所以我们不用顾虑，我们根本不用顾虑到，反正他以后不会是我的老公。哦，也是哦，他不喜欢安啊，那说不定就是。我要这样吃，所以人家就一看，哇，这么豪迈，就娶你了，救你了。不知道，反正我一直对高级料理，因为我吃过蛮多次高级料理的，不是超贵就是超少。那你吃过觉得最好吃的餐厅哪一家？高级好吃的餐厅，就是对、啊、你吃过最好吃。我其实很喜欢上瘾水产，好吃、哦。我觉得去那边好像天堂一样哦，就是让你挑生那个生鲜嘛，整排的螃蟹啊、鲍鱼啊什么让你挑，这样好爽、啊。我现在听到海鲜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你不喜欢吃海鲜吗？我个人不是很爱。上去日本吃很多吧？其实是我个人本来就对海鲜没什么兴趣，我最多吃就吃鱼。哦，然后此外的海鲜都通常不太碰，然后我们上次去日本吃了很多，所以现在最近也不喜欢吃海鲜。你有连续吃过5天海鲜吗？有啊，5天。我是海鲜为主，照3天，所以我每天都会有海鲜。好可怕哦，不行哎！看你感觉就是一个高痛风危险区，顶多就去可宁可痛风而死，不可一日无海鲜，你懂不？你等你他妈痛风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样你该去住，有在吃点靠海的地方，你就会开始后悔原来讲过这种话。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出事，我就跑去找你，然后要痛风哦，然后把这个，然后在你面前吃帝王蟹。我会吃痛风药再给你拼。没有，我就贴今天记录档给你看，你看你讲什么。你越痛风痛死也不愿意，然后就一直放给你看。没有，因为你们要吃到新鲜的海鲜，你就会觉得它超好吃。越新鲜，你都吃到不新鲜的。你在放屁！你都吃到那个蟹脚都不会，就算新鲜还是会腻啊。如果吃太长会吃。也是啊，太恶心。像我之前每天都吃螃蟹，啊、我就觉得好腻哦。不想聊螃蟹，我觉得螃蟹吃起来麻烦。你们动画想出游戏，我游戏想出动画。我最希望哪一部你知道吗？有没有？我不知道。很想他出。所以这里有动画也有游戏啊？啊，真的吗？已经出了吗？可是你要看它是哪一种游戏还是哪一种动画。它原本就是漫画的样子，然后改成动画的、然后游戏其实有出了一些手游。哦。对。所以他的手游是怎么样？就一样会搭这样子吗？类似啊，就是几个重点的 cut in， 但是玩法就是点点点，滑滑滑。对啊。那样就不好玩。而且我现在有兴趣的游戏做成动画，通常都不怎么样。有什么？游戏做成动画？像我之前最近玩《恶魔猎人》，知道吗？《Double May Cry》，它其实改编成动画过，非常难看。你知道，因为恶魔猎人打起来不是很煞气啊，对啊，帅啊，爽 game， 对，然后念一些奇怪怪的台词、然后动画就出现一个奇怪的死小孩，然后所有的怪，他就是原本是人，然后突然就是可能在什么状况下，然后就变成怪物，然后一刀就挂。这跟那个有另外一部跟恶魔猎人很像，女主角叫优贝尼塔的，那个叫什么？贝欧尼塔。贝欧尼塔，对，那个不是恶魔惊天录。哦，对对对对，那个有动画。魔兵惊天录。魔兵惊天录，它动画就很好看。我知道，那个。
连高跟鞋都是一把枪。而且我记得他好像出两集吧。嗯，他游戏出了两代。嗯，对，然后动画我真的没看过，我记得他好像有动画，可是因为他的画风，我那时候看他的那个宣预览图跟《恶魔猎人》动画很像，嗯，然后我就不敢看。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恶魔猎人》的动画真的很差，做得很差。可是他的品质还不错哎。品质可能不错，可是没有那一个作品的感觉。哦，对啊，有一些他会自己就是自己做捏个剧情出来。如果他捏剧情，其实我觉得就算。可是因为游戏它本身的重点放在那个战斗上面的速度啊，你会觉得砍起来是干嘛的，很帅是怎么样？然后在游戏里面，有他在动画里面砍东西都是两三刀就没，嗯，根本没感觉啊。哦，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要做出游戏的精髓，如果他改编成动画的话了。对，像我现在其实我也觉得《魔物猎人》如果做成动画不错哦，好像也很酷。可是，要怎么弄出那个感觉就不知道。而且《魔物猎人》其实出过几部漫画还不错，都是算同人画家画的。对，然后我记得他有被官方承认哎。对，官方有做，也有出过，可是他就是要弄出实际上我们玩游戏时候的感觉就不容易了。嗯，对啊，那种心情跟悸动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抱期望，算了吧。还有《魔兽世界》，我会希望它出动画，而不是电影。欸，《魔兽世界》好像出电影了，不是？对啊，明年。可是电影，我不知道，感觉动画会比较好。电影因为特效会比较多，因为电影比较磅礴啊，虽然花很长时间啊。嗯，然后一次是因为它会缩得很短嘛，它很庞大的世界观要缩到一两个小时内要把它播完。对，就是感觉就是会省略掉什么，就像《魔戒》也是，你还是看小说比较多东西。对啊，我那个时候哈利波特很红，我也看了几部，我刚看到第四部而已吧。嗯，然后我记得他一样，就是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一样省略了很多几个其实没有这么重要的东西。对，那不知道，因为毕竟魔兽世界是全世界都有在关注的游戏啊。然后他这部电影到底会怎么样，就再看看。我觉得他只要忠于原著就好。嗯，对，他可能有些地方省略就算，可是至少要忠于原著，就是原著的一些东西要够。我觉得重点一定要抓出来，因为毕竟是电影，他一定浓缩很多。嗯，那你不能浓缩到我们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这样。因为他是，那哈利波特就浓缩太多，因为他不能是觉得不好看。实际上他不能是粉丝向的作品，他不能就只有玩魔兽之点去看才会懂，他必须要做成你这个作品没有接触过，可是你看了一样可以知道他想要讲什么，才有意义。对，很难啦，毕竟我们不是这一行业，我只是一个肥仔，我喜欢打电动。我们就是玩游戏，我们只会在家打电动。我会打电动打到流口水，很爽。啊，剑娘有动画啊，我都看完了。你要我可以 call 给你，在我的电脑里。好，没有很喜欢啊。真的吗？我超爱。一城余生四，罗密欧说他要玩，他是菜。这超难，你知道吗？盖房子。对啊，没有啦，其实它的重点不是盖房子，其实我觉得只是我歪了，只是烂而已，没办法。没有，它真的很难。没有，你真的烂。没有，它真的就真的烂。你很难啦。你觉得呢？你真的有很难？那你玩玩看啊，它是真的很难。我是没玩过，因为不止我在干，很多实况组都会挨。一直过不去，啊，看来大家都很难。到底难什么啊？就是奇怪，因为他都是给几把枪。我认识一个最不会玩这种类型的游戏的人，把实况到中期哎，而且他也没有卡过关哎。怎么可能？你知道那个？你确定是一城余生四吗？啊，不然呢？你确定他没有修改吗 ？FALLOUT 四吧，应该是吧？我看他没有用修改器吗？没有，我想就只有你会用。搞不好他偷修改。我知道你就是 LZ type， 乱讲，就是不用外挂不会玩的类型。乱讲，他真的可以开外挂，他真的很 PC 版，你讲对啊，可以开修改器啊。哦，一城余生四每一代都是这样啊，斜线 TGN 无敌。哦，那个是游戏内建的指令啊。对啊，对啊，因为它的游戏自由度高，它其实也有给开发人员指令给你输入。真的，哎，你就烂啊！你为了盖那么大，你要一直修改空间上限，然后修改木头出来。所以这款游戏的重点是在盖房子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它的游戏设定在核战后的世界。嗯。对，然后死了很多人啊，然后有什么地面上面怎样怎样，然后玩家扮演的是一个就是被关。被政府还是怎么样秘密进行实验，就被冷冻了200年，之后发生核战，然后他就醒了，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家园突然都不一样了，对，然后他在被冰起来之前，他是跟他老婆还有他小孩，
就是一个小婴儿一直被冰的，然后他中途又醒来，看到自己的老婆死了，然后小孩子被人家抓走。说到这一段我就很气，他一开始呢会叫你，你可以创男生跟女生的角色，两个都可以创起来，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捏那个脚，终于把它捏好了。就另外一个一开始就领便当啦，那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要捏他，因为你的小孩子会长得像你跟他、啊欸、哦，捏老婆，就是你老公跟老婆两个都可以捏哦，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是玩女角，男角我也很认真的捏啊，结果男角一开始就领便当就拒绝了这样子。啊，你小孩子会长得像你像他、啊，长得像我不是更好吗？两个都就两个的基因会在他身上综合，融合，对啊，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嘛，他小孩子就是被抓走了，结果你醒来之后你就要去找你的小孩。就这样的故事，然后它的特色在于自由度非常高，就地图上面你看到，一般来讲你玩游戏，它地图上面不是放一些有的没的，对啊，就是一些什么书啊什么东西的，它就是一个物件而已，然后在游戏中你都可以拿钱就带回家。哦，那大概理解。反正它就是一个，而且你知道上古卷轴吧，就同一个制作商啊，对啊，你就把它当所以风格跟上古卷轴差不多，你可以把它当做有枪的上古卷轴就好了，对，枪的上古卷轴，等一下连画面都很像上古卷轴。有比较好一点，就是画面哦，你说画质吗？画还是它的风格？风格跟风格就是近未来风格、啊、哦，就是那种原本好好的嘛，然后准备炸过啊。因为上古卷轴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画面脏脏的，然后很对，然后都是血啊雨啊，对对对啊，就看起来就看不清楚这个东西的。其实差不多，因为它虽然有点科技在，可是因为它是。就是城爆后的世界嘛，就是毕竟它曾经是文明世界嘛，然后就爆炸、啊，所以就会有点烂烂的烧毁。不过你还是看得出来一些科技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好了，反正因为我不太喜欢玩那种过于开放的世界，因为这种东西虽然有一些游戏，我会觉得它自由度不够高，因为你要干嘛，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或者等级，它才会让你去一些地方。可是像这种游戏，就是你随便你要干嘛，只要你能到，你就可以去，就反而我会玩起来很辛苦，因为我什么地方都想去，然后就会去到那种等级超高的地方。对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超难的怪，突然夹在一堆怪里面，哦，那真的很难，一下就死了扑街这样之类的。所以像这种。虽然自由度超高，但实际上你一样要照着它的进度去走。你如果不知道它进度去走，你走到那种高阶地方，你也是要死回来。而且它有负重量哦，就你可能想说，哦，收集的很爽，哇，一下就负重就满了。一般游戏不是都这样吗？单机游戏有的并没有说很多都会需要到负重量，其实。不一定啦，就看他们怎么设定。对啊，因为他们风物卷轴有这个设定的。看下一个，这个你们要聊吗？因为我对这个其实没什么，没什么关注。不要那个跳过好了。看第四趴，哎，第四趴那个你有玩过哎？第四趴这样对我们好不利哦。我这边是第六啦。啊，第六啦。哦，您说是上面是写第四趴要玩？对啊，合作玩。这叫 Hammer Watch， 因为很难发音，我都叫它铁锤看。啊，铁锤看。对，就是一个平面的视角的点阵图游戏，然后还有好像六个还是几个职业，它最多四人同时游玩，就很像是你把它当做那个 Magica 的平面。模式，然后你一样可以看你要干嘛，近战打怪啊，远距离补血什么。它看起来有点像弹幕游戏，它可以打到自己人吗？它会打到自己人？它不会打，不会吧？好像可以开。因为 Magica 是可以打到自己人诶。这个好像不会啦。这个不会吗？我忘记，反正它就是现在这种类型游戏非常多，因为很好赚，然后制作上面困难度也不高。所以然后他们的主打就是弹幕，因为它画面上面就很多子弹。那你可以一边玩角色扮演，一边玩弹幕的感觉。对，所以这个虽然玩过，就那时候破了，但是它其实死掉也算蛮容易的，就看看啦，反正到时候大家一起玩一玩。说去粉丝团留言预测我们三个谁会先死，最后统计抽出一位观众得到今天的立可拍。立可拍是什么东西？今天的立可拍。他们就是等一下会把我们抓出去，然后拍照，然后签名。我们三个人各一张吗？还是三个人合照啊？合照哦，合照、oh, okay, 就是浪费时间啊，懂吗？就是拿一台免费的东西，然后看能不能增加一点观众数啊啊，可怜哦啊，可怜，我家里亏拢比较济，哈哈哈。好了，看别的，我们这个影片之前是不是有看过的？对啊，好笑的游戏 bug， 这啊，哎、欸。我们看《塞尔达传说》好了，我每个礼拜都看到这个不知道放几次，就有点。好了，我们看《塞尔达传说》的音乐好了。哎，这是
啊，就是塞尔达传说音乐。这是游戏 bug 吗？不是吧？这是塞尔达传说2015 VGL， 听不听懂？我以为。哇，海拉尔的勇者，我就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笑。好多游戏都 watch watch overwatch never watch watch never watch 是什么？反正叫什么？这个很久了，这个2012的，而且你也才这两个，就叫最近很多 overwatch 吗？你有没有办法想到最近有什么 watch 吗？有啊 ，swatch。watch 没有啦，我说游戏。刚刚罗密欧说他注意到最近很多游戏都是什么 watch， 什么 watch， 什么。然后他讲说了一个 Hammer Watch 2012的游戏，跟最近的 Overwatch 也才他妈两款、啊。很多哎、欸，两个就很多，就是两个。Overwatch， 你是 watch？ 搞不好我真的还不知道哪一个。那你有想到什么 watch 的吗？我只有想到 watch。那你有想到吗？没有什么 watch 的、哦。你很难接。我没有想到，我就没有啊，就没有啊。还有什么 watch 你就想得到 ？I watch， 对，跟你 I watch， 烂手得 watch 对。我那时候去洛杉矶看，因为一堆人在看，就超小，那不知道可以干嘛，那超贵，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手表，就 I watch， 他说可以记录你的什么心跳还是什么。哦哦，那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他可以干嘛。可是为什么要记录自己的心跳？我不懂。他还可以。看你今天步行多久，然后你消耗多少卡路里啊？对啊，我不如去买个那个血压计回来不就得了？没有，他们应该是那种出去运动的时候会用得到，可是我们这么宅，我们根本用不到。我们拿一个老式的那个血压计就好了，拿在手上，哔滋，它就越来越。我们的心跳大概只有玩恐怖游戏才会上升一点，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那我知道那次还可以记录什么睡眠啦，你的睡眠。就是你就等于说弄一个监视器卡在你手上，对对对对，你不觉得恐怖吗？观众还有说 watch dog， 有看门狗 ，watch dog 至少也两个 dog watch， 还有人说妖怪 watch， 快快快，是不是该跳一个妖怪 watch？ 妖怪 watch， 噔噔噔噔，妖怪 watch， 好，好啦，好啦，怎么样？可以吗？就 watch 就可以到这边，好了 ，watch 啦，怎么 watch 啦？我看一下，我们还没有影片没有 Q 了，我们赶快 Q 一 Q， 不然每天都看，应该每个礼拜都看到这个很麻烦。如果游戏成真，这是影片吗？有没有没看过的？影片。导播姐有没有没看过？随便放一个上来就对了。有了有了有了，没看过了。这个这么旧可以吗？啊，怎么又是他们？Your take was upside down, and the new Master Chief guy just came up and flipped it right back over. Yeah? Yeah, that's really realistic. Okay, name one game that would still be fun if it was realistic. This is new, right? This is old, right? Super Mario. Listen, Mario, you want a piece of that princess ass? It's gonna cost ya. All right, I'll pay you in gold coins. All I gotta do is to punch this prick.对，这好像旧。那我觉得看这还不如看有人把《潜龙谍影》有没有弄成真人版啊，那个还比较好笑。你有看吗？有，那个叫超好笑的。Metal Gear Solid。Snake, we need you to infiltrate Autogon's new base. Be sure to use whatever you can to sneak in. Okay, Colonel. I've got something in my sleeve.噔噔噔噔，好多乌龟哦！超讽刺。Was dropped on his head as a kid. I'm gonna roll you guys up. Roll, roll, roll. 模拟市民。Someone remove the freaking toilet. Ah! 这是什么？古墓奇兵？对啊。哇，这胸部抖成这样。Rest in plan.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笑。看，都是小屁孩啊！在这游戏变成更直接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很旧了，我觉得萨达的最好笑，因为他叫声很高频。啊，到现实就是个小屁孩。然后他在游戏里面真的是这样叫。哦，也就真的就是这样子叫。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最好笑，其他都还好。这个反正他就是你知道，用那种如果什么什么怎样啊，可以怎么样之类的。就是搬到现实中。可能就只有在最近会看的作品或者是游戏会想到吧。你们有什么想到的这种东西吗？什么能力、什么道具的都好。神奇宝贝。你要宝贝球吗？数码宝贝也可以啊。那你要用手表？数码宝贝你会被你会被吸到数位世界，好像不是很好。没有啊，它还是有现代版，只能住在球里面。把数码宝贝招到现代版来的。啊，你要它干嘛？我跟别人对打。可是只有你有呢。哈，只有我有。对啊。你也不能说丢出来跟人家对打，因为只有你。而且好像也很难征服世界，人家战车轰两下可能就爆。救急进化的应该可以吧？好像也不行，人家骇客骇进去他就爆。因为他是数位数位城市，好像不是很实用哎。好像那神奇宝贝好一点吗？神奇宝贝它是有血有肉的，一样死啊！砰砰砰！而且你有没有神奇宝贝中心？超梦也没有那个双胞胎姐，会那种超能力的治疗，这样很尴尬。超能力哦。超能力的神奇宝贝，超能力。可是如果他跑来控制你，应该不会吧？我都把他收服了，就会变成超变态的剧情哎！哎呀，好像不错。你想到哪里去？我想到一些你知道，就是半夜的时候我会看的东西。哎，其实我不只有半夜会看，哎，平时只要想到就会看一下。哎，好像也不行啊，因为他是控制你，关我屁事啊！好像算了吧，好像也不是很实用嘞。好像也不是很实用。对啊。我原本想说，如果是我不知道阿月他，如果是只有我有，一般都如果只有你有就哆啦 A 梦吧，要不然就是他的口袋就好了。嗯。可那样子我觉得太 OP 耶，那就涵盖所有的东西耶。就是想要啊啊，不然嘞，你要一只神奇宝贝，他开两枪就死了，是有屁用吗？十万伏特，啪啪，然后就让我电，有屁用。所以你要想个，不然就不要啃太了不起的，你就是有用的就好了。甚至他看起来没什么用，可是他意外可以征服世界。那就只有一拳超人了。一拳超人算能力？算能力吧。哦，哦，算哎。对啊。不知道哎，好了，随便啊，反正这种东西。一拳搞定任何。这种东西就天马行空，而且我们聊过。我现在一直在回想《海贼王》到底有哪一些超能力是可以用的。都很烂啊，被枪打到快。那时候罗宾那个吗？透明果实。哎，透明果实。有人。可是透明果实被打到也是要死。透明果实不是男人的梦想吗？对啊。还好哎。真的吗？不然里面的果实让你挑，跟想要吃什么？我对《海贼王》没有研究，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果实。真的哦，想得到的透明果实。我任何一个东西，反正只要让我选，我一定是选控制时间就对。掉黄金时间不止让停止啊，可能快加快或回倒退，就跟遥控器差不多，我不觉得很爽。就是有缺钱，时间停止，然后又变口袋，对啊，就很方便。你要干嘛？哎，好像不错哎，而且还可以倒退。我怎么记得有一部电影在讲这个？然后到最后命运好好玩。对啊，可是他不能倒退啊，他只能快转。对啊，然后可是他自己本身的时间是被固定住的，他的时间，所以他会，其实他的时间有跟着在动。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对啊，所以他会老得比别人快啊。没有呢，那个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不知道，可是他只是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哦。对啊，可是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是超出那个了，就是我想要的范围，因为他只能加速，他不能倒退，那就没有用。不。哎，他有奇怪的副作用。那一部电影，我那个时候我到最后有，因为他跟时间有关，所以我而且他又算喜剧，那时候亚当·桑德勒也蛮红的，所以我那一部我看得很仔细，然后副作用太重，找他的 bug， 对，我发现他副作用太重了，就没有什么用，所以还是时间停止比较好。就是可以控制时间，控制时间啊，这太 OP 了啦！我只会想这个，其他都觉得哪个角色有这个能力的？乔鲁诺，也就乔鲁诺，他也没有倒退啊。他后来黄金体验之后可以啊，几秒而已吧？没有，黄金体验是把东西讲的好，几秒而已啊。他的黄金体验，掏到一半时间就突然倒。黄金体验特性是被他打到的东西就会变成。
没有，懂吗？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的意思。哦、oh, ，对，就连死都不存在，嗯、所以被打到之后，你就是变成比有观众说了啦，你可以学都教授啊。都教授，都教授是一个那个韩剧那个哦外星人，哎，一个外星人，我还想说他可以让时间，我想说什么都教授，我还以为是那个飞天小女警，砂糖美好的东西，没你加一加蹦出三个，不是因为都教授就有停止时间的能力，我也没看韩剧，我也没看韩剧，我原来他可以停止，对啊，超棒的啊，是就是你要的啊，韩剧，而且还帅，他是。就很有名那个韩剧叫什么名字？什么星星星星？来自星星，来自星星的鸟，对呀。兽医，兽医不是兽医，他是都，他是都教授。都 many John， 他是都教授。都教授，他是都人。不会啦，他会把时间。我不知道，我就没看过。我也没看过。那你哪一个韩剧会都人啦？你实在谁知道？很多韩剧也是会都人的。也没有人会都的像你那么明显啊。谁知道？你是有看过啊？除非是韩剧 A 片，说不定就有都了很明显的韩剧、啊。不会，韩剧有 A 片，可是它可以时间停止，是就是你要的。哎，我希望我其实后来发现时间停止的用处其实也没有这么大。有啊，对啊，我觉得可以前进倒退才有意义。我指的是控制，不是只是停止，就是回去改变一些之类的、那个才有用。那感觉就很累。对啊，而且你要想到蝴蝶效应、哦，我觉得那个 bug 就很大，我觉得一定会很累，啊、一定会后悔会、啊。因为就是所有东西都跟着往前推啊。不是，我指的是就是你可能做一点错，你就想哎、欸，我要回去改变这段错，可是改了以后，搞不好又发生另外一种，那就再回去改、啊。对，那就很累啊。很累 啊，那很累。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吗？晚上不选择跟 Four 也是这样子啊，快速储存选这个。蝴蝶效应就是你这种人啊，对啦，回去再回去独挡，独挡你以为是？对啊，可以啊，大家不是这样玩的那个时代，是不是？大家不是这样玩的，独挡干我的事情，我会死了再独挡，再独挡。你说那个时代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游戏，不是对人这样玩？现在还是有人这样玩，还不是一堆人这样玩？应该不会 ，Four 就这样玩，又没差、啊，反正就玩到对了。太累了啦，哦。又不是你们的时间，只有我咬啊！我就没差，我都喊累了，在哭、啊。我们还要配合你那边前进后退，太霸气啊，累死。看别的，没有什么 GameStar 二零五啊 ，Game 十分钟游戏啊，玩游戏，我们要来玩个游戏吗 ？OK， 好了，是这个是不是？对，才刚结束的新加坡电玩盛世 GameStar 的官方手游作品。那我们进个画面吧。当初制作洛克人 VS 快打旋风哦，一年哦。Just Select 是谁啊？感觉好像那个洛克人哦，妈呀！对，我真的有看过。阿丽莎，阿丽丝，好难念哦。加嘎，哎，这只啦，好可爱，选它啦。哎，干超难念。德语。Unlock， 六，六，哎，这里。Intel， 新嘎。废物，千里，千里，噔噔噔噔噔。好，我不知道，我们就选个，你刚说什么？不知道。超可爱。加卡马鲁 ，GameStar。超可爱。然后嘞，对不对？不是嘞，就是这个。好，这是左右 ，Action 跳，啊，不都一样？啊？怎么跳起来又像音速小子啊？我用加卡马鲁。汪汪。哦，他现在就是在这个宝物上面给打的。它可以二段跳，哦，你就碰到它的圈圈就可以攻击敌人。是阿拉丁的魔糖，对，我们想到不好的回忆了。我觉得还好啊，不是猫。啊，那个狗狗的耳朵好飘逸哦，狗好可爱哦。对啊，超可爱。哦，是哪一个游戏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哎、欸，哦，被攻击了，那个有伤害，一个拔蜡，啊，啊，这是什么？过开一脚，关一脚，我原来是过关了，我想说，是致命极光柱，碰到就死了。嗯，怎么都一样？换个图我也这样骗，哎，一个撞墙，汪汪没了，再来一次。哎，从第一关开始哎。哎，你要上第一关，先按第二关。哦，原来它有那个分哦。哎，啊，这个怎么变成两下、啊？我刚撞一下就死了。哎，
么分的、啊？从上面跳是？没有啊。哎、欸，也没有。是不是你在旋转的时候就可以攻击啊？不知道，我在我那个旁边这个东西碰到别人，他就会受伤。而有时候一下，有时候两下。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嗯，好怪哦。你看，你看，又有时候又一下两下，好，不管他。啊！撞屁！还好没掉下去。哎呦！还以为在吃兔脖。杀人放火。哪里的波弹呢？有回来了，好自动哦。好，很好，很好。Safe。坦坦呢？坦坦来了来了。在，谢谢大家。到底要你听几次？可是我们的波，我们的波波纳值超低，他是看时间越少，越会越来越少分。就没有按键，感觉好不舒服啊。没有那个触感的。对，觉得按不到实心。嗯。玩游戏也喜欢有咔嗒咔嗒的感觉，真的。至少有按到东西。而且这攻击超危险的。所以他其他角色的攻击方式都不一样。对，是会。哦。像我们这个是 jump 跟 action， 然后我们就只有 jump。对，按 action。我操 ，jump 飞机！哎呦，好累哦。因为他没有办法站在下面射啊，或者是攻击，他如果用其他角色可能会波动拳。死狗玩起来不是很好用。没关系，他可爱，看样子他也就只剩下可爱而已，真的。可爱而无用。对对对。再来。这个是谁啊？打王了、哦，是阿三吗？是阿三啊！居然打阿三，好妙、哦！有嘎，有嘎快了，有嘎快了，有嘎快了，有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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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有嘎快了，干好烂，哦，干最好真的嘞，我蛮坏的嘞，有嘎。Capcom， 哇！哦，有嘎怀，好妙！哦，看到他刚刚这样判定我是飞了两次的意思吗？哦，他后面可以打那个，我想换角色。可以。你想要玩别的？玩谁比较好？龙。玩这个好了。彩虹熊啊！是马云可爱。哦，烈焰冲刺哎！烈焰小马，而且大家都会二段跳。烈焰冲刺，烈焰不是很好用呢。可以空中烈焰冲刺，可能会实用一点。我操！反作用力，反作用力。看会弹呢，换这个好了，可爱小舞蹈。换猫咪，可爱小舞蹈。哇！天女散花呢，感觉好强哦。哦，它会漂浮。它可以二段跳吗？它可以漂浮。啊，对，可以二段跳。那这一只根本就墙角啊！你看，噗，墙角一下就死了。等一下，它是抛物线，不会赢。哎，神贼有干。哪里啊？中了。哦，噗。好了，最后还是回到洛克人比较好用。二段跳洛克人。这女版洛克人。哎呦！你根本不是角色问题吧？对啊，他会动地做，这是操作者的原因。玩这个，这是什么？同样的，哇，这好用多了，乌拉，屁呀！这个让我想要热血高校，哎，不知道为什么。好用，乌拉，是不是？乌拉，哦，咸哦，啊，真的哎，乌拉，他为什么长得越来越像洛克人？告诉我，哇，黄金飞腿。人家很难跳哦，因为他作者是新加坡的，所以他就哦
做了自己。好。哦，我做好梦。大哥。哇，哪天如果台湾的人做了类似这种游戏，然后就是 RB 被放在里面，还有小象，有可能哦。可以。好，全池。好危险哦！他会一个斜角踢呢，其实我觉得很危险哎。不玩了，烂游戏。不能。换下一只，全部的角色玩看好，来吧，哈多肯看看。啊，都可以。哎呦，不好意思，他音效让我觉得怪怪的。好。哦，还有旋风甲。哇。哈兹巴基。这没有很好用吧？塔兹巴基是不一样啊，塔兹巴基哈多肯哈多纳帕美系，像玩家吧，觉得死狗最好用，比较单纯的越单纯越好用，哈多肯哈哎呦哈多肯，有自己配的，现在知道狗狗的好吗？死狗最好用，哎，撞墙，好难跳你哦，小朋友上楼梯。哈多反应蛮快的嘛，大哥。哈多，哦，他打一下就死一个，不错嘛。不吃那个烂东西。哈多，你看到你不吃还是一样。太难用了。死去。老钟，我可以准备进广告，我们再玩一次春丽就可以进广告。春丽有三段。哇！哎呦，他脚怎么啦？哇，降落伞功能哎！一档机，我就不打怪啦，开玩笑。哦，一档机，真的哎！结果这只最强，就完全不要打，就不要打了。啊！三段。强劲攻击受不了，好了，谢谢大家。这个《福华书九》iOS 有，好不好？这叫什么 ？GameStar 2015，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玩看，就是一个你知道还不错的小品。就这样，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好像要打《古墓奇兵》。